时的眼神投射理想，我准备好不让现实将你我捆绑。偶尔乌云会破镜，自我怀疑也没关系，成为指引你痛过的痕迹，愈合的初心，成长的证明。跟着我 wake up wake up， 未来的路还很长，不用害怕 get up get down， 迈开步伐向前走，散发光芒 wake up wake up， 这是梦想跌跌撞撞，就算别忘记你身旁，始终相信你的人在前行上。どうぞ。刚好我也饿了，谢谢你。做好了吗？嗯，快做完了。来，你看一下我做的这些，怎么样？哇，你做的很仔细耶，该不会早就规划好了吧？我早就说过，你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会想到办法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只是你都不相信我而已。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如果你早点跟我说，我就知道了。我不跟你说，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充满了我的算计。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更真实、更自然的状态下。对不起啦，是我不够坚定。我应该要更相信你的。没关系，只要你愿意陪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足够了。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再离开你。说不要再彼此伤害，却在下一秒钟就全感觉这五年来无论经历多少的挫折跟磨练都值得了。改变现在，我们才有未来，因为我们用爱牵绊，排山倒海，咬紧牙陪你一起承担，认同迎着光，学着爱。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要不要叫徐之远送我们回家，趁机把事情问个清楚。徐之远，可不可以请你送我跟守卫回家，然后我们……不好意思，我等一下还有事，我要先走了。啊？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对啊，有必要跟逃难一样吗？他们两个之间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不行，该我出手了。有时候遇到问题，光用想是没有用的。是吗？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啊？你现在需要的是智囊团。这就是你说的智囊团。你们干嘛那样看我啊？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姐妹们，刚刚呢已经有跟你们 update 过，这次的姐妹聚会重点就是徐念雅跟徐之远告白之后。哎，爱丽丝，你怎么把我告白的事情说出来？爱丽丝不先跟我们说，难道你是要我们？哇！什么？你告白了？真的假的？你好勇敢哦！这样演出吗？对啊，现在戏都要杀青了，我们就不要再拖拖拉拉的，直接切入重点。总之，徐念雅跟徐之远告白之后，他们两个今天的相处呢却不太妙。说，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了，说就是了嘛。对不起，我们不能在一起。你这是在说什么？你到底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我没关系，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啊。你只要回答我两个问题，一就是你到底有什么苦衷，二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是不是也很在意？其实我对你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到底要说什么？没有什么，没有感觉吗？你赶快说啊！我们不适合。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我们都还没有在一起，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适不适合？因为我的家庭跟我的父母真的不太好应付，我不希望你跟着一起承受这些。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但我只能跟你当最好的朋友，没办法跟你谈恋爱。雅雅，难怪你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无奈，反而是露出这种表情。What？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真的想不懂，他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先不要沮丧嘛，我想徐之远后来说的这句话，应该就是问题的关键哦。因为我的家庭跟我的父母真的不太好应付，
我不希望你跟着一起承受这些。跟丫丫谈恋爱的是徐之远，跟他的父母家庭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安眠暗示过我，他妈妈可能会反对他谈恋爱，当时他还是跟我说得很保留。不过是谈个恋爱而已，有必要想那么远吗？况且如果两个人真的相爱，这些问题不都是可以解决的吗？丫丫，虽然徐志远他想得比较长远，可是呢，如果你们未来真的有婆媳的问题，我是觉得啊，你们应该要在谈恋爱之前好好的考虑清楚。阿米，你怎么来了？奉你老婆的命令啊！我叫阿轩，这种超饿。好吃哦，超好吃。慢慢吃，这里又没有人跟你抢。没办法，我这季都要赶着参赛，一定要尽快画出来，当业主同意我才能送到国外比赛。好了，那我就先预祝你得奖喽。待会十二，我要继续努力。各位，可是虽然你是为了体贴阿宝，但是你这样自己一个人辛苦真的好吗？那个阿宝啊，有一件事我 Sammy， 你先不要跟你的兄弟说。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这么重要的喜事当然是要由我亲自跟齐家宝说啊。阿明，你怎么了？有话怎么说一半？我是要跟你说，嘉玲跟玲玲的姐妹聚会差不多要结束了，我要去接她们回家，就不陪你了。你赶快去，记得帮我照顾我老婆哟。啊，还有，你帮我跟嘉玲说，我今晚就不回去睡了，以免半夜回去我吵她睡不好。知道了，你也别太累了，放心啦，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有干劲了。何总，好了，走了。嗯，拜拜，拜。小苹果，慢慢走，不用急。这几天真的很谢谢你来医院照顾我，辛苦了。不会啊。小苹果，伯父，爸爸，你下来，谢谢。爸爸来接你回去啊，我来送小苹果回家就好了，不必麻烦你。伯父，等一下，我是真的可以送小苹果。哎，不用了，走，走，小苹果，走。按照计划开始行动。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啊？爸爸送你回去就好了。抱上来了，然后呢？要麻烦你们再搬下去哦。你刻意接近我，助你煤气图，打死我不信。我想要参加一个咖啡冲的大赛，
TVBS 42台12月14日起全新8点档《家有喜事》。飞哥，我们为什么要约在这里啊？是啊，我们约你咖啡厅不就好了吗？肤浅。嗯，那是因为约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整屋子都是自己人，而且最重要，你没有想，唐一星完全不晓得这个地方的所在，在这边不管讨论任何的事情都是最方便，是最安全。说的对，飞哥。英明，谢谢。对，方便安全最重要的就是不用钱。你们徐老师啊，满脑子都是这种小聪明。我告诉你们，好处还不止这些、啊。好了，我们开始谈正事了啦。嗯。我已经初步修改了适合你们公正投资方案，但是细节的部分还是需要跟你讨论一下。嗯，哦 ，Rose 姐，刘春风，你们怎么会来？没关系，不用担心，也不用多做解释。我刚刚讲过，整屋子都是自己人，而且我刚刚是不是讲过，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不周丽颖她反应比较慢一点。最大好处呢是陈安明，他非常聪明，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嗯。我觉得他很快就会知道自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打球的事实。那你要想办法让他相信你啊。不然球团续约的事情会很难进行，而且我现在怕的是他会去告诉球团。怎么样，这个料够大了吧？这个录音档可以给我吗？否则爆料出来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信度不高。哎，当然可以。看来你真的很想毁了流川枫。哎，那如果唐一星给的内容更劲爆，我可以报吗？你放心，就算他的料再猛，只要你不背叛我，我一定可以给你比他更大条的。喂，流川枫，我刚跟唐一星见面了。好，我知道。唐一星果然出招了。如果按照你刚刚说的线索去推敲唐一星的目的，只怕他曝光你受伤的消息就是为了要留一手，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带风向，让媒体把矛头指向你，说你为了续约可以隐瞒伤势。可是唐一星不是喜欢流川枫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哎，这一切都是因为感情，因爱生恨。如果这真的是唐一星的目的的话，我们要赶快想办法做停损，要不然这会影响你募资基金的问题。露丝姐，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你让我想一下。那就先下手为强啊。什么先下手为强啊？你有点脑子好不好？你以为这是抓犯人吗？直球对决啊！我告诉你，商场很复杂，小孩子不懂就不要乱插嘴嘛。没错，先下手为强。好，我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陈安明？我早就跟你讲过，一定要先下手为强。嗯，安明啊，你要常常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好不好？今天这么优秀，完全都是你的，你干得好，干得好，对不对？对，有没有旅美球星都说对。
你刚刚对欧贤明的态度不是很友善哦。哎，奇怪，明明我这是住院开的，都是他来照顾我的。哎呀，宝贝，你不要这么傻，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啊，他就是要让你心软啊，好让你答应他跟他复合。不过这件事情啊，我不会让他得逞的。哎，宝贝，你该不会打算要跟他复合吧？爸比，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我没有要跟他复合啦，至少我现在那个心情……不要说了，我不想听，我不接受。啊？哦，我是说啊，我不相信啊，你是我的女儿啊，我当然会了解嘛。啊？没想到小苹果这段时间居然一点都没有心软。看来我得要出猛招了。喂 ，Rose， 孔董，我现在立刻马上把我投注在买 App 的资金全部撤回。我不管，我就是要撤资，我要让欧贤敏付出代价。就这样。好，了解。看来那边的计划也要进行了。没错，金主就是要撤资，所以这段时间可能要请各位跟我一起共体时间了。身为 MyUp 的首席试玩员，我一定会支持你到底。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等一下，为什么会这么突然呢？对啊，贤明，你这样公司真的撑得下去吗？你们不用那么担心啊，照现在资金流动，暂时不会有问题。那你怎么带着行李箱啊？出了什么事吗？哦，因为房东已经把我住的地方卖掉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会先住在公司。你认真？我是认真的。咖啡豆，你挑剔。呀，我的咖啡哪里不好？你们的烘焙技术对我来说，就像你的素颜一样，毫无魅力。什么叫我素颜毫无魅力啊？TVBS 四十二台，12月14日起，全新8点档《家有喜事》。在搞什么？你的房子不是才刚签约？就算房东要你搬走，你也可以拿出合约要他延后卖房啊。没错，还有依照我们公司目前的状况，之前成交的两个项目很快就会有金流进来，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造成太严重的资金问题。对啊，所以你的这些说法根本就漏洞百出，一点逻辑都没有。既然你们都知道漏洞百出，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总之我只想要赢回想要的人，所以要耍一点手段。不是，重点是你这么拙劣的话，
到底有谁会相信？你看，我们两个人都已经知道了，你觉得其他人不会发现吗？你们说我第一份工作会不会就遇到公司倒闭啊？小胖，该不会是你带衰拖累欧雪明了吧？咦，该不会真的是因为我的问题吧？不要想太多啦，也不要太悲观，我们一定想得到方法解决的。你们放心，真的不行，我就跟我爸开口，让他注资，我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欧雪明心情就这样被毁掉。所以啊，就算让他们以为是真的也没有关系，这样反而比较逼真，小苹果也比较不会怀疑。这都是些什么主意？哎，现在上班真辛苦，还要陪老板演戏。好了，就拜托两位未来的金钟奖得主陪我演这场戏喽。好险爸比已经睡了，碰到这么大的事情，欧雪明不知道怎么样。我叫我车应该快来了吧？你好，小姐你好，请问你要到哪里呢？我有设定。好，宝贝啊。爸比真的很心疼你，身体不舒服还跑出去。但是为了你的幸福，我只能先把父女事情放一边了。喂，欧雪明，小苹果已经上车了，车号是8885，记得哦。收到，伯父。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爱我们家的小苹果，否则我会让你好看。大哥，那个前面帮我停一下。好，谢谢谢。欧雪明，雪明怎么变那么憔悴？8885，是小苹果坐的车。他到底带那些东西要去哪里啊？小苹果应该会跟上来吧。是，你帮我跟上那台计程车，不要跟丢了。到底是谁啊？出门不带钥匙，都几岁了？嗨，杰森，没想到我一通电话，你就真的赶来了。你故意把事情搞得难以收拾，我能不回来吗？Jason 是流川枫的经纪人吗？
说你回来以后还是很积极在复健，这样很好啊。这些都是唐一心跟你说的吧？球团那边已经把合约给我了，我正请美国那边的律师在过合约。我的律师不是跟你通过电话了吗？你真的不一样了。不要理我，你们继续。大猩猩，你居然敢挂我电话！流川枫出了大事，我要先陪在他身边。杰森，我都已经知道了。知道什么？我错过了什么事情吗？不是你错过什么事情，是我这个主角本身知道太少了。流川枫到底在说什么？他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好了，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拐弯抹角。没错，我承认是我向球团隐瞒了你的伤势，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可以继续打球。兄弟，你的伤很严重吗？严重到会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所以你跟唐一心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川枫，抱歉了，这是为了你好，你不应该被远距离恋爱影响了心情。你怎么在这？有什么事吗？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明明知道你跟斯蒂芬的绯闻只是为了让媒体不再追他伤势的障眼法，你这样子偷偷删掉他跟他女朋友的讯息，为什么？既然你都发现了，那我也不否认。没错，我希望斯蒂芬的绯闻变成真的。那我跟你谈个条件，我可以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要你尽全力隐瞒斯蒂芬的伤势，至少等到新一季的合约签订以后才能让他知道。这有点困难吧？这会比拆散流川枫跟他女朋友困难吗？好，我愿意帮你。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嗯。啊，对了，手机记得处理掉，不然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讯息会凭空消失。嗯。所以流川枫受伤这几年，都联络不到他，就是你跟唐一心在搞的鬼。没错。我叫林曼柔，我有个非常疼我的男友。曼柔，请你嫁给我。我愿。台12月14日起，加油喜事。
以流川枫受伤这几年，我们都联络不到他，就是你跟唐艺昕在搞的鬼。没错，而且我还纵容唐艺昕保管你的手机，阻止你跟外界的一切联络。为了让 Steven 可以专心养伤，这是最好的办法啊！我不觉得我有做错事情。可是你这么做，会让流川枫变成一个见利忘义的人，还所有同学都白白误会他这么多年。还有，我跟他之间的感情，就因为你们这种龌龊的商业操作，给破坏掉了。唐艺昕，你不用那么生气。至少你知道真相的一切了。其实签了这份合约，并不会让我比较快乐，因为当真相被拆穿之后，他可能会直接毁掉我仅剩的骄傲。以前我不知道，但现在我知道了。这是我弄丢的手机。手机记得处理掉，不然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讯息会凭空消失。这样就没证据了吧？我可不是认认拿捏的人，唐艺昕在想什么我很清楚，他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他很执着想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为了让他心甘情愿跟我合作，我必须要握着他的把柄才行。既然你已经决定跟唐艺昕合作，那为什么现在愿意跟我说这一切？我是个商人嘛，要在商言商。既然你都已经说清楚了，想要我当你未来的合伙人，我总要输成啊，让合伙人信任，这不是基本常识吗？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只是不愿意看到我难过。哎呦，你这小子也太臭美了吧！我干嘛担心你难不难过？谢谢你，在我的球员生涯里全心全力的照顾我。接下来，就让我们成为伙伴，继续一起打拼吧。所以你不生气了？我干嘛生气？那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暗冥吗？好可怕！孔令宇，我为什么住在里面？我惊，我惊。
哎，欧杰明，你真的不是住我家吗？我家可以让你借住啊，住公司多不方便。恰宝，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正在赶一个城市，留在公司也比较方便。如果顺利卖出的话，可以替公司补上缺口。怎么会有房东说卖房子就卖房子，一点缓冲时间都不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嘛，我自己再慢慢找房子就好了。换个逻辑思考，我现在不是拥有 My App 吗？才不至于没地方住啊。嗯，欧雪明连住的地方都没了，现在只剩这间公司。如果连公司都没了，他会有多难过啊？好了，看来我也劝不动你。明天早餐我帮你准备，不要跟我客气啊。我怎么可能跟你客气？那我要两份早餐，齐总。那有什么问题？那我先走了。嗯嗯，来，路上小心。好。我不可以再让欧贤明这样下去了，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我不要一往直角奔驰的自在卸下钢铁般的防范。小苹果的伤口不知道复原了没，这样跑来跑去的会不会恶化？怎么会停不下来，说不要再彼此伤害，却在下一秒钟就全盘推翻。难道这是我们所谓的爱？刘传峰，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能够恢复成以前那个样子，这样就够了。而且就算没有那只手机，我们也都已经知道是我们误会你了，就不要再纠结了，好不好？柳川峰呢？他还好吗？在房间里。自从Jason离开之后，他就一直看着手机不说话。我怕他情绪陷太重，所以就赶快打电话给你。好，我会好好安慰他的，就交给我吧。就交给你了。你还好吗？你还在我身边，别害怕，我会一直陪着你，不用怕。你知道吗？我差点就不明不白地失去你，我们差点就永远分开了。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你差点就不明不白的失去我？明天一定会发布一个关于流川枫的惊人消息，而且肯定会一起轩然大波。你如果不认真的跟他求婚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答应你？我知道，我们不用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回房间擦澡。到底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告白？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你，你还敢说你不喜欢我？我将提前结束身为职业篮球员的职业生涯。流川枫不是才要续约吗？对啊，怎么突然说要退休啊？小园里看着你，是不是又不开心？想脑筋，可本你看不懂的那道题。艳阳下，操场上，你会汗如雨模样。下课铃去哪里？学校后门等你。Oh freedom。振作弄真第一，白板笔纸飞机，水桶准备好没问题。 ABC 没兴趣，干嘛在呀高嘎地。下课铃去哪里？学校后门等你。